我们在这一段时间开始在三年前，我们在这里七十周年，我们是小弟啊。但是在那时候，我们就在一起谈说那个聚会，后来就四个字出来了。我跟周勋光、周勋正一起谈的时候，就是让家伟大。最宝贵的不是所谓的教会、大教会、大建筑物。 最宝贵的是，我们能够成为家人，阿门。 Yeah.
愿主向仰脸赐你平安，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。这个聚会是社民自己在当家，我根本就没做什么，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讲员，但是你就看见满满的人，所以社民是讲员，社会任何你的讲员，而且呢，上帝告诉我那是他的聚会，所以呢，整个聚会都推到一边，根本就看不见我的影子，只有最后一堂聚会再出来讲一点点道，所以这让我很感动。同时上帝让我看到七十年，看到七十年，我最开始看行道会的概念，后来上帝让我看到七十年是台湾教会。这七十年我看行道会的时候高度是不够的，当我看到台湾教会的时候，我就看到上帝的恩典。像是我在聚会中间讲的，是我想不到的，七十年前这边的教会，所有的国语教会都是在眷村的边上、医院的边上、军医院的边上，都是宣教士在的地方，很努力的撑着，然后慢慢进到了我们本地人的手上，我们本地的人开始投入在幕后中间，然后就看到这个教会像幕后春水一样起来，整个华人教会、台湾教会已经变成了领头羊，有相当强的影响力。哦，台湾的特会变成世界华人教会瞩目的一个特会，台湾的讲员成为世界华人教会各地邀请的讲员，求上帝给台湾再有起色。其实有特会，它就像烧开水的过程，一开始是好像就是比较平平的一个安静的，或者是看不到什么太大一个变化的一个聚会，慢慢慢慢温度到了，时间够了，哦，然后那一个影响力也开始出来了，然后到后来就沸腾了这样子。我想这七十年是一个很重要的里程碑了，但是我们感觉到其实是一个新的开始，哦，就人生七十才开始嘛，所以我有给他一个 slogan 叫其实才开始，哦，未来啊，行道会在台湾有了前面七十年的基础，哦，非常深厚的基础，那后面的七十年应该会有100倍的成长。七十周年真的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，不只是对着行道会，也是对着整个的华人教会，特别是国语教会在台湾。在过去七十年，上帝做了许多的事情，我们行道会只是参与在上帝的工作的其中一部分，所以看见到在整个的台湾教会的发展真的是快乐，就是一直数算神的恩典。我们也期盼上帝在未来的日子继续装备教会，让我们不是建立教堂，让我们是建造神的教会。烈火特会这次真的是一个非常特别的聚会，从一开始圣灵的工作强得不得了，好多人被圣灵充满，流着眼泪，神迹奇事一直的发生，我们真的很感恩。因为烈火特会不是一个人能够做到的，也不是一个讲员能够带来的，是圣灵他亲自的拜访，一个亲自的拜访在整个特会当中，所以我们非常的感恩，因为人真的做不到，都是上帝所做的。这次很特别哈，因为在疫情结束之后，我们没有想到还是来的超过4000人以上。我想这一方面是圣灵的工作，一方面是弟兄姊妹的渴慕。我想也为台湾现在这种特别的时间，我想这也是一个很清楚的一个印记，就是神是与我们同在的。虽然经过疫情，看见弟兄姊妹的渴慕对神的爱，整个的聚会当中那种火热、那种祷告，其实我们是看见台湾的希望。虽然外面风雨飘摇，但基督徒的心是火热的，是向着神的。我想这个是很有指标性的一个意义，所以我们很意外，很感谢神，看到神奇妙的工作。弟兄姐妹平安，这七十多年让我非常的感恩，也非常的感触，感触很深。我看到这七十年来，行道会在神的大恩典的手中怎么样茁壮，慢慢的成长。
这是我心里非常感谢的。有的时候我们在一些的事情上面总觉得好像没有那么容易，可是我们今天从七十周年看到神的恩典够我们用，每一间的行道会堂队堂会都可以强壮起来。第二个，我在七十周年里面看到未来的盼望，不只是年轻人的献身，而且是看到上帝从过去一直到现在，那么他对未来的应许，幕后的荣耀要大过先前的。所以真的祝福行道会在未来的七十年承接交托传承起来的下一代，要做得比过去七十年更荣耀，要做得比过去四年更伟大，把神的大能荣耀大大的彰显出来。上帝祝福行道会。这次参加七十周年，其实非常非常的感动。我看到宣教师们他们怎么付代价，刚好这两个礼拜我们在讲背十字架，看到这群宣教师在他们年轻的时候，他们就愿意，真是为了神的呼召，他们回应神的呼召来到这块土地啊，巴不得每一位行道会的神的儿女，我们都可以学习啊这些前辈，让我们都一起在教会的建造的当中。那特别是在这烈火的当中，我看到蛮多弟兄姐妹他们反映，他们得着恩惠，就觉得还蛮开心的。我们平常在教会里面就是带领弟兄姐妹接受真理的装备，可是久久来烧一次，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，就是把行道会的 DNA 最好的 DNA 是就是火热的祷告带给火把教会去。非常谢谢大会，好，祝福大家。那感谢主，我从2018年，然后一直到现在在非洲服事。那虽然大家都知道非洲的治安不是太好，然后我单身到非洲去，但是神的恩典是非常大的。上帝其实用超自然的保护，就是临到我的身上，所以我在那边没有生病。那也感谢神，就是我在那边原本没有打算要结婚的，可是上帝就让就预备了非洲人，然后让我就用一个非常特别的方式就留在这个非洲，那让我长期的能够委身在非洲，可以继续的服侍主。那七十周年给我自己一个很大的帮助，是我再一次的去确认这个存在台湾的教会里面所做的这些的工作，其实是在预备我们有一个传承。那行道会的 DNA 再一次的确认，也让我知道我在日本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教会，就是一个健康行善宣教的教会，一个非营的教会，一个爱神的教会，一个祷告的教会。我们的神给我一个意象，就是神让我看见日本就像一片干地，都是干的稻草，这是我们所有的人对日本的印象，是一个宣教的荒地。但是神跟我说，嘿，孩子，你们就是一个小火种，只要有一个小火种就可以星星燎原啊！所以我们就用一个小火种就可以把整个干旱的日本烧起来，这是神给我们的意象。感谢您的订阅和鼓励，我们才能持续做出优质的影片内容。若您有感动，欢迎点击下方奉献连结，您的支持将是我们最大的动力。愿神祝福你，阿门。